哦，这好不好看？这个是新货，这个是新货，不是你把它种太高了，你应该把它这样种散一小点。妈呀，这颗我炸给你们，比我定的价格下面基础上给你们炸，好不好看？要往下撇一小点。今天没有太阳，如果有太阳，胖哥都累瘦了，肚子都没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昨天晚上还喝高了，昨天不是十七跟平平来我们家玩嘛？ 然后昨天晚上跟他们闹得好晚才回家，然后几个都喝高了，我们家十七直接断片了，喝的。十七也给喝高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十七直接断片了。然后他们两个说，他说你的肉肉太美了，他们都看，他说实物更好看哈。这一颗它是一颗杂交，给我量一下冠幅，这个是一个杂交，如果有太阳看的话就更好看一小点。三十七。给你们瞅一眼，我配上一小点水哈，因为干种上去，像这种东西的话要浮盆了就好看了。 37的一个冠幅，这颗好便宜，它一报价我二话不说就收掉，给你们狠巴拉的炸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它是厚叶片啊？对，你把它抱上去，胖哥，你把它抱上去，看了，俯瞰了，我再给你们震看一眼。啊，爸爸，你理他一下。好。老何哥哥了什么？ 啥时候？好不好看？像这一颗的话，它砖子还是比较可以的。我看一下，我要怎么找砖子给你们看。看到没？给你们炸一颗哈，给你们炸一颗。这一颗的话，它是从农户手里边收的。它的组装有多少？所以我就直接给你们炸了，这颗给你们，就今天的价格哈，980。 980，我给你们讲，这一颗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包子状的肉，你们看一下。 大包子980，我们家可人姐这一颗你可以盘它，你大胆的可以去盘这一颗，反正好货我会给你们推荐一下哈。这一颗是今天直接炸的价格，绝对值得入手的一个东西啊。37，37，给你们近距离的看，没有太阳，它是发红色的，它是发红色的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太阳比较。 它养出来的话是那种包子，而且颜色比较。老铁，这颗980你们既然没有人要，既然没有人要，我要继续带你们看寄养去了。走，带他继续看寄养。我们家亮亮在不在？等浮了盆以后再看。可人姐，这一颗值得拥有，给我吧。好，给韩姐。韩姐，这一颗我跟你说，再怎么都要1180左右。然后这一颗是他在农户手里边收的，然后他在清货。 我就直接让他给我了，980，盆一起收，到时候盆一起收吧。老铁，韩姐，这颗要不要给你发一颗回去？你有没有盆？你有盆的话，我给你发一颗回去，你直接种，我帮你裹好掉，你收到货你直接种就可以。这种肉你直接给他露养哈，不用担心的。但是一定要打药。多肉。等一下哈，写着插盆，980是吧？ 我们家可人姐应该是挂机去了，否则这种980的肉应该不会拒绝。明后天给你看那个，我好多盆，那我给你，我准备休息一段时间。那个怎么，韩姐，我跟你讲，你有盆的话，要不这个盆我就不给你带了，我给你发回去好吧？这一颗我给你托土出来发回去，胖哥已经修好根了，我让他帮你裹好掉，然后我教你怎么种它。你到了以后填好土，直接种进去，你发可以好，这颗给他发货吧。 给你姐发货吧，漂亮。发货哈，那我就给你发，就给你发回去。这个是什么？万紫千红，这是一颗杂交，这是一颗杂交品种。我跟你说，韩姐，我先把它给它包起来，然后我再给它包一层。你发货的时候，你把根部露在外边。你种的时候呢，你把外面那一层包装拆了，里面这一层别拆，你种好了再发。发冷链，我知道。 我给你发快速一小点的，好，这个是我炸给你们的哈。好的，321，截个图扣一。这个发货，胖哥你把它抱起来看一下顶部，你收到货会感觉比直播间漂亮很多很多，真的会漂亮很多很多。今天的话太阳不够大，然后颜色写不出来哈，你还有没有土的？没有土的话我就给你带一小点。好，撤。我们家那个。 哎，干嘛？你先让妈妈直播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？我帮你们拍的照。你给我拍照了哟。好，你不要乱。但是我不小心把老哥哥皮撕了一小点。炸字怎么写？炸字怎么写？走，然后我先给亮亮看一下他的寄养好吗？我先给我们家亮亮看一下寄养。我来了一颗手捧的那个叫啥？韩姐，你就发这一颗，比其他的要不要发一颗？你要发，我可以给你发两颗哈。 可以给你发两颗。
然后主要先看一下亮亮的肉吧，先看一下亮亮的肉吧，帮我把水壶拿过来哈。你刚才那个很水晶的话，我给你，你看着发。好，我看看你哪颗可以发，我给你发两颗回去。可是你这些肉真的好漂亮，真的是很漂亮。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体验过？亮亮，你再说，我要锤你！我看一下韩姐哪一颗肉发回去，我是超喜欢的，是这一颗。这不是我们吹牛啊，出了一颗就没有，实物真的是超级好看。盆的话，明天再选吧。我给你来一个新款的，我看一下韩姐。要不我把这颗香槟给你发回去，但是我又舍不得，怎么办？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很多肉出了一颗，找第二颗很难的。但是这一颗我又舍不得，怎么办？我想给你这一颗发回去，因为这种比较好养、啊。我看。对。我看一下发哪一颗，好像哪颗都舍不得发，要么就发这一颗，要么，但是这些都是走物流哎，都是走物流。这个冰魄我也舍不得呀，舍不得就不发，这个我也舍不得。不行的话，你要是普通的话，的话继续带。你把你这颗发回去给你吧，把这颗发回去给你吧。虽然小，但这种都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其实真的，你的每一颗肉，要么就这一颗，要么就这一颗拖出来给你发，好吧？其他的还有这一颗也可以发，这颗也非常好养的。其他大的我看着都，因为只有一个漂亮。行，胖哥，你把这两个拖出来给他发。好。这两个拖出来给他发回去，你给他发冷链哈。嗯。好，你记得帮我擦上一个牌子。没有，我你过来，我马上给他抱着放地上。嗯。这两颗给你发，其他的你看这颗我也舍不得，这一颗就你一颗，可人姐一颗，然后像这一颗我就更舍不得了。然后你看像这一颗也可以，但这颗是带盆的，盆也配得好，它的盆还行，每一颗都配得比较好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还有壮观。可人姐一会儿看你的寄养哈，你看这个大冰梦城，大冰梦城到秋天的时候我能让你就是看到它的全颜色，因为这一颗是出过全颜色的退掉的哈，好漂亮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先看我们家亮亮的。可人姐你忙不忙？忙就先看你的。亮亮你要不要让可人姐先看？因为我家亮亮基本上是一天都陪着我的哈。就这两颗啊。对。哎，我还要给你补一颗那个的擦架，九杯玫瑰的擦架，没事到时候去盆的时候我们解掉就好了哈。他先看是不是？那就先给亮亮先看。亮亮刚才让了一个，我才不陪，别这样哥们儿别这样好不好？这个是麦达斯国王的一个大手捧哈，然后再看这一颗，这一颗是叫白玫瑰，这个是一颗大白玫瑰，天花板的一颗。像这种型的话，出一颗基本上是找不出来第二颗了。一颗少一颗了。然后这一颗是叫什么，潘哥？那个是，我老是记不住这个名字。沙漠。对，沙。反正有些人叫它老天赐哈，我忘了。管它叫啥，妈呀，这颗颜色好无敌耶，这个颜色无不无敌，好美呀。布兰迪，这两天还稍微布兰迪。然后这一颗是一颗那个玫瑰夫人的杂交，当时是以玫瑰夫人卖给你的，我有一颗超大的天鹅湖死鬼。哦，对，天鹅啊，对，天鹅湖。我老是记不住它的名字哈。然后这个是一颗沙沙的悬崖砖，沙沙大悬崖。这一颗是一颗沙沙的大悬崖砖，好不好看？然后再看这个是白茶，这一颗是一颗白茶，对，好看。然后这一颗，哇，这颗好美呀！胖子，你打开手机，真的你要调一下这个手机了。我们的有一点暗，其实实物很漂亮。你看这颗被我控的好好，韩姐你看到没？这就是火山石控出来的肉，就特别好看，就是比正常的那个要漂亮一点。这颗是杂交，这一颗是一颗杂交哈。然后昨天也是下了枯叶子，然后再看这一颗，这一颗是露娜莲，这一颗是露娜莲，整装一体没有砍的，还没有浇水，你们这边的还没浇到哈。对，晚上谁一个劲的找我。然后这个是莎莎的板子朵朵坠，莎莎板子朵朵坠，有胸花，漂亮。然后你再看这一颗钻石锦，这颗钻石锦的型也好看，死鬼交地租了哈，交地租了。你最近有没有用心的在我的肉身上？怎么没有，大姐？你这我咋还没用心呢？我都快陪着他们睡觉了，真的。刚才有一颗什么黑坠，刚才吗？
是在哪个台子的桌子上？我们家妞妞，你给我点个关注。你说的是韩姐的台子上吗？有个黑卡呀，应该是黑卡，然后还有一颗香槟坠，我们家那个妞妞。亮亮，我终于知道这一颗是叫什么了，跟小太的那颗是一样的。我不要，我要收回。牛牛，你给我点个关注，一会儿我看完这一桌，我带你回顾一下好吗？这颗叫星水，好贵，我要收回这个价格。昨天小太买了一颗，就是你知道我早就关注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这个头的话是杆子没问题的，我已经才回来就看了，先养一养，养死了的话呢，就那个啥哈，虽然过保了，报双星了。嗯。对，稍微等我一下哈，妞妞，我一会儿回顾一下，先给他观察一下，我才回来就来看了。杆子没有，杆子没有问题哈，看着应该没有啥问题。对，哇，这个蜜桃仙子，哇，这个蜜桃仙子真的是这个颜色，现在真的没得说了吧哈。这个蜜桃仙子是我的私藏货，嗯。谢谢，没事哈，没事。你看一下，这颗是我的大模特来的，我已经学好你那颗大的了。什么东西？不过那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三颗两颗都出掉，我就自己留了一颗完。我来了，哎呀，你到了没？姐妹儿，你到了没？看到没？这一颗是大雪凤，雪凤，这颗是大雪凤。大理是不是更舒服？然后你再看你这颗大沙沙。哇，这个沙沙真的，这颗大沙沙漂亮，还在车上。人家还没到吗？哦，对，你不是11点多吗？11:35是不是？那没那么快，还好那条路不卡的。然后这一颗是一颗大沙沙，你要不要看季啊？你不用看了，你们俩昨天已经看过了哈。然后这一颗是大 TP， 爱情的滋润。这一颗是一颗大 TP， 看到没？好看吧？他们俩都甜蜜的不行了哈，这个是寄养桌上收的，我配了一小点，你再倒上一小点也可以。你看这一颗寄养桌上收的非常的划算哈。然后这一颗是阿尔巴家人，这颗是阿尔巴家人，整装一体没有砍的，这一颗的话要比我们家那个的那颗要贵一小点。我家倪晨姐的那个，倪晨姐是这两天盘它。昨天晚上吧，我跟你讲，昨天晚上他都没我喝的多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断片，不知道是他故意的还是干嘛。平面，你说是这颗是不是实物看着更漂亮？这颗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实物看起来更美。如果这一颗出来以后，真的是天花板的了。现在这种要多少米啊？紫色的出状态是全紫色的哈。是的，昨天他们俩来我们家就说了嘛，他说实物真的是要比直播间漂亮很多，都不明白我们怎么弄的哈。然后这一颗。这一颗的话你换火山石盆吧，看不下去了那你就送给我。你看这一颗，姐妹，我终于养好掉了，我承诺给你，养不好你退还给我。我跟你讲，我泡药水都泡了好几次，你看终于把肠去掉了，是不是？我那个时候我好怕养不回来，因为我告诉过你，养不好的话你就原价退还给我，是不是？现在终于养好掉了。然后这一颗是我昨天给它浸盆了，下一次看寄养的时候这一颗就浮盆了。这颗是韩姐我那一颗哈，他买入手两颗，直接入手两颗。这一颗是叫酒杯玫瑰的朵朵坠，然后看这一颗重新给你浮盆了，你看里边的杆子好不好的，那天拖出来给你看过，这个漂亮是不是？对，每一颗肉都很漂亮的。亮亮，你的肉还是蛮好看的哈。然后槽子里边的话就一会儿再看哈，槽子里边的肉就一会儿给你们继续看。然后我家可人姐姐您在吗？在的话打一个赞。酒杯，哎，还有我们家妞妞在不在？我先给我家妞妞看一下。妞妞，您说的是这一颗吗？这个不是那个啥，这个是个黑水，特别是那颗鱼。对，他把你的肉也看了一遍了。这一颗，我们家妞妞，您说的是这一颗吗？黑色的一个坠，然后要么就这种香槟，要么就这个香槟。这种香槟这种价格，这种货基本上是断市了哈，现在没有。香槟坠大家都知道蛮贵的。这一颗是一个板子朵朵坠的，这是暗夜。韩姐，这一颗要不要给你发回去？不行，我忍痛割爱给你发回去。才刚一盆，喉咙痛，昨天晚上喝了啤酒。主要的是他才刚浮盆。不发，我给你，因为主要是刚浮盆，现在都还在捏巴兮兮的那种。对，不是没有浇水吗？最近天气太热了吗？等看晚上吧，看明天天气怎么样。那我就再给你养，先养着，我也舍不得发。其实每一颗肉真的，因为。
你们都知道韩姐的肉基本上是我的心头肉哈。然后我就先养着，其实要说发的话肯定是很开心的一件事，最开心的事就是发肉。但是哇，你看这一颗初心姐的这颗养的好好啊。我看一下，我们估计感觉要出。可人家你这里的这一颗我拿过去换盆去了，今天给你换哈，今天给你换。就是那颗汤圆。来吧，看我们家可人姐姐的，因为我们星期六没看寄养哈。你看可人姐这一颗是不是很好看？好美，喜鹊，知道。对，我拿过去给你换盆，但是颜色会退掉，你不要在乎它的颜色哈。对，这个是一颗大喜鹊，不是盼美人哈。喜鹊，喜鹊，我们家是有状态图的。哇，这个以前卖喜鹊还被人呸过，说我们家乱搞，后面大家还是跟着我卖喜鹊了。像这种货我都没货，直接断货的。然后这一颗是最美人的朵朵坠，这个是耳送给你的哈，这个是耳送给你的。你们的还没浇到水，因为不是特别缺水。然后这一颗上次我跟你说了掉叶片，这个品种我现在不卖了。出状态是什么颜色？我作品里面有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，我找一下哈。我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作品里边有喜鹊的状态图。以前我们家二哥买那颗9800的，三个人抢着要，所以你这颗才1000多块钱。然后这个是桃花源，桃花源坠，朵朵坠，桃花源朵朵坠。然后这一颗是每个人都是看了一遍就很爱的那一种，韩版的荷花哈。嗯，韩姐你不整张机票过来玩一下，看一下你的肉肉吗？真的会，你现场看的话会特别壮观哈。其实我们有些时候直播间的话就可能就写的没那么好看，对，因为我不喜欢去调颜色，调了没有意思。反正你们来看了实物的话呢，绝对会看到。对，然后这一颗是一颗杂交来的哈，这个是一颗杂交没护，这个型特别好看，我喜欢这种盆，这种盆现在没货了。然后这个是冰淇淋，昨晚笑得我腮巴子痛。我跟你讲，我鱼尾尾的笑出来了哈。我寒假看看来不来，姐姐，你看你这说着暑假来，然后又变成寒假，寒假又变成啥？这一颗是一颗叫什么冰淇淋？冰淇淋就你的养的特别成功，人品好。然后这一颗是哈密瓜，哈密瓜韩姐那颗昨天我给它浸了盆了。然后你看这一颗，虽然说那个长了一个花结，也不影响它的美，但是不影响它的美。对，这一颗是叫咱俩真不能在一起，这个是钻石锦。我跟你说，害得我昨天晚上想回来做个面膜吧，又太愧了，然后还在等着你们叫那个啥，又等了一大晚上，所以今天早上我都起不来了。然后再看这一颗，这颗是一颗杂交来的，这个是一颗包菜的杂交。韩姐那天你说你喜欢这一颗，我找了一颗小的出来，一会儿给你看一下，你一会儿给你看一下。然后再看这一颗千代田之松的朵朵坠，以前这种东西可便宜了，现在就贵的要死，而且没货，而且现在大的没有。要是那个时候我早一点收的话，真的这个品种上都要赚钱的。千代田，千代田之松。然后这一颗安斯诺，我就不给你配水了，这个恢复到买的时候的状态了。这一颗吗？还没到，姐还没有到，因为换过一下土，我给你换土了哈。然后这颗是迷雾森林，这颗是迷雾森林，迷雾森林也上色了。迷雾森林的话差不多是不是？嗯，然后这颗是凸起，这一颗是凸起。妈耶，这颗大香槟，这个大香槟，我家可爱妞你在干啥子呢？这颗是叫什么大香槟？反正你一个人是抬不动它这颗大香槟。这个香槟可以说是香槟界里边的天花板。韩姐的那颗呢是模特，但是后面少着两个头，迷不上色也美。迷雾森林吗？像这种的话，你看我那天出去直播，那颗还没你这颗好，2000多。这个上色老美了，可妞也多。对，然后再看这一颗。九倍玫瑰被我养好掉了，这个九倍玫瑰买的早，但是很丑，买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家可人姐可能看得上了，因为我告诉她能养好掉798，难看，好丑好丑的，然后被我给她养大掉了哈。欢迎我们家小冰冰，这一颗是一颗香槟杂红玫瑰，它不是红玫瑰哈，当时我以为是红玫瑰，香槟杂红玫瑰，卖完这一颗以后就没来过第二颗了。卖完这一颗以后没来过第二颗，它有暗纹的。这颗你可以卖还给我姐，这颗你可以卖还给我。然后我家可人姐又说：“那你咋又来了？”这一颗的话呢是蜜桃仙子哈，这颗是蜜桃仙子，给你俯瞰一下，漂亮。我养肉呢，我喜欢把它养的饱满一小点，颜色的话就慢慢的上哈。然后你再看你这颗，这颗是那天我炸给你的盆，我过两天再算吧，给我缓一缓哈，这两天有点累。然后看一下这一个。这个是原始虞美人，也叫企鹅。我跟你说，思水姐那颗
那颗叫什么，你不要考虑太久，考虑太久的话留不住，因为雨滴的话那种型的话，你要是去碰到那种桩子那种型的话太难了哈。对，然后这颗叫啥我忘了嘞，那颗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？他们告诉过我名字我忘了，管它是啥想不起来了。来配水配水配水，这颗是香橙，这个是香橙，香橙香橙出状态是全红色，而且叶片很黑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，喜欢加咱们家美肉的话都可以点个关注哈。然后这一颗的话今天主要是给你们看鸡呀，这一颗的话是所罗门，养老了很多，我更喜欢新入的坠。哦，刚才那颗紫水晶嘛，那种货卖了就找不回来的，因为那种货的话我们颓着养的话都在杂蜜哈。新紫寒姐预入的那一颗的话就那么一小颗，整个多肉界就那么一颗，终于上色了。我跟你讲，在老基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这一颗肉我都把它当祖宗一样的养着。但是我的建议这一颗还是要换下，要换土吗？因为时间久了是不是，那换土这种东西，所罗门这种东西我后期我安排吧，我安排哈。你要换土的话就换一个盆儿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冰沙，这个是冰沙。四水姐，你要说其他出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说改天我出去给你找一颗但那种我真找不回来、那个、你知道真的是选个好盆，行胖哥你把它抱下去吧、嗯、正好缺水，你要换的话就这两天给它换。嗯，我看一下缺不缺水，还要等你再等个两三天，那你就先别抱，我记得的。然后这个是水莲，这个是水莲，对，长草了。然后再看这一颗，这颗是爱丽丝玫瑰哈，这个是爱丽丝玫瑰，好漂亮。这颗过年的时候你可以发回家，姐你自己安排哈，你要发你就发。然后你看一下这一颗圣玛利亚，圣玛利亚的一个个体，这颗我最近卖的比较好，就这颗养的稍微差一点，但是我最近不卖这个美尻，美尻容易杆子腐掉，你这颗倒是没有腐，但是就是我就不喜欢美尻，我现在我有我都不给你们推荐。然后这个是一颗杂交，就是那天买的还没收盆米哈。然后这个是奶糖，奶糖明年再换盆，现在我不给你换，我再跟它养满群一小点。这颗是奶糖，然后哎这颗我好像来了一颗了，韩姐你要不要整一颗，这一颗有一颗手捧的，我给你看状态图。我们家可爱姐一直还在等着我整这个品种，但是她要不规则的，我有一颗手捧的，要不规则。子涵姐你要不要走一眼，子涵姐在不在，在的话打一个在哈，我带你看状态图，有一颗手捧的。我们家可爱妞是一直让我给她找这种不规则的，在涵姐你看一下出状态是这样的，我有一颗手捧的，我给你炸一颗，我去找一下，就是比较少有的货我会推荐给你们老粉，但是一定要看上了才那个啥。来胖哥水壶给我，水壶，我好多手捧了，但这个品种出，你看我们家超哥这一颗，我让他卖还给我，他直接不鸟我，看到没？出状态超级超级好看，这个还颜色还，这个是我们家超哥的，当时他980买的，我跟他说我让他卖还给我，他不卖，好不好看？啊，我让胖哥抱过来给你看哈，水壶给我，你不要拿走，对，就这个品种了，这个是我们家超哥的，超哥们一年都不看一次鸡眼的。然后再继续哈，胖哥你抱过来给你子涵姐看，然后再继续。我家可爱妞就是要找这种不规则的，但是不规则的没货。然后这个是普提子，普什么，这个是美人哈。然后再看后边这一颗，这一颗是碧桃，这一颗是小碧桃，哎，然后你看像这种香槟杂美人，就你一颗，韩姐一颗，现在一小个头拿货价格70块钱，大群的还没货。这个是香槟杂一颗美人哈，然后你看你的大橙子，你那天说明抱过来一颗两颗，姐姐你看着的哈，三颗四颗对不对，这几个是你的橙子哈，然后你上的盆是同一的。然后你看这颗蓝鸟牛不牛，这颗蓝鸟每个人看了都说这颗蓝鸟太牛了，它的高矮是一样的，对，放心哈，我每一颗肉都会给你们那个啥的。我跟你说这个红蛋一个劲长虫，一个劲的杀虫，看到没，这边的话我够不过去就大概瞅一眼哈，反正经常看的。然后这个尾巴褪色了，买的时候全颜色，我给它换了一下土，全褪了，因为你不发回去的话我得给你换土哈。然后这颗是三尾鱼，这个是三尾鱼啊、哦、是的，不是胖哥，来吧这个，等一下我过去看吧。这颗是天赐，然后我们家平平让我喂了你几次了，这颗你出不出，姐你要出的话出给他，我觉得你不会出，因为你的肉你都不出哈，
对，我们家星星的肉倒是有几颗要出，但是有两颗它不出。对，这一颗是百达翡翠，他们喂了你好几遍，喂你出不出。然后这颗是那个杂交，这个是杂交，然后这个是象牙，这颗是象牙，拿一个手捏花的盆种的，胖哥。然后再看这一颗，这个是侧影，侧影这一颗我一直很喜欢，而且盆我也喜欢。我这一颗我一直都没换过土的哈，这一颗是侧影，然后这一颗是菲欧娜，这个是菲欧娜，这个是冰玉，然后这个是香水百合，对，那个是一颗杂交哈，那个是一颗骑兵的杂交，看到没？像这样看哈，700多块钱买的，然后看一下这一颗，我好喜欢这个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单筒，我们家红红姐一天就让我给大家找我那个啥，看到没？这一颗是叫什么美人？什么美人？我有一颗大的，韩姐，你要不要把我那个大的盘了？那个是我自己留着玩的哈，也是，大家都知道我留了好久好久了，啊？对，然后这颗是汉堡，这一颗是汉堡，然后再看你的这一颗，好不好看？换盆，哪颗要换盆？哪颗要换盆？姐，汉堡吗？还是哪颗？还是啊，这一颗是不是？那我送你一个小盆哈，我送你一个小盆，我给你换一颗，盘不动了。韩姐，我给你看一下，你拒绝不了的。我跟你说，那颗是我自己留着玩的，美国人。然后这几颗也是你的，这种是半成品的。然后这一颗也是你的，这颗我全部断货了，这个所有的都断货。前天最后一颗都被我们家花开姐盘走掉了。然后再看这一颗，这些都是没收盆米的，到时候我一起收吧哈，一起收，好不好看？哎呀，胖哥你别抬了好吧，我来吧，等一下哈，给你全屏看一下，我来吧，你别抬过来了，找了三颗都没找对。你们的每一颗肉都蛮好看的哈，每一颗肉我都会再给你们用心的去养。韩姐，我带你去看这一颗还有那颗美人，美人的话如果不留的话，过年那几天就卖掉了，那种肉都是正抬的哈。我给你看这一颗还有另外一颗，你知道我就是小的那种，我们家可人姐他们就知道了，通通全部卖完掉。走吧，香水百合什么价？香水百合断货，香水百合全部卖完掉了，连大的那一颗都卖掉了。我不是发了一个作品吗？之前，姐妹儿，这之前在这里的一颗肉呢，手捧的，前天还给他们看的。对，走了。好，你先忙去手绘的绿色盆，胖哥手捧的，那天不是给平平看的吗？你们能不能不要动我的肉好吗？你们一动了我就不知道在哪了。那也不是我动的，应该是平平吧。我看一眼哈，韩姐你看这一颗，这颗是我自己，胖哥帮我抱起来，先给你看这一颗，我留着玩呢，要是不留的话早就出了。韩姐，要是不留的话早就出了，因为那时候出了一颗，我自己留着玩一颗。像这种肉外面特别贵，而且像这种大群的就更不可能有了哈，就更不可能有了，好不好看？不是，你要这样嘛，把盆挪给我嘛，对不对？看它喷水呀，好美呀！来，我自己拍吧，胖哥竖起来。对，我要看这样的哈。姐，你刚浇了水呀、啊？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你先留着玩吧。好，先给你留一下。我要给你找那一颗肉，来，你拨着我去找去。你问一下，停搬哪去了？我喂你们都喂不出来了，我自己找会更好一小点。等一下，我把它放好了。来吧，拿着。好，那等我一分钟哈。韩姐，你可以拿那个798的发回去，稍微等我一下，我要把那颗肉，我找不出来肉会很皮躁。这一颗的话，这一颗是叫那个啥，是叫樱花美人哈，樱花美人，而且出了颜色以后它是个紫色的哈，它是一个紫色的，它不是那种怎么说呢，不是那种粉的，也不是红，它是有点发紫。这个也是怎么说呢，上了颜色了哈，上了。你印象都没有吗？那颗我有印象啊，你看有没有被他们抱那边去啊。等一下，我韩姐让娜娜去给你找哈。来，谢谢我家初心姐哈，谢谢我家初心姐的关注哈，谢谢。这一颗，这一颗先让他那个啥哈，
让它再上一点颜色，差不多再有一个月吧，再有一个月的颜色就应该就上来了哈，应该就慢慢的上来了。来，欢迎我初晴姐哈，欢迎初晴姐，初晴姐，中午好哈，中午好。来吧，再给你们开一颗。其实啊，没有的话呢，你们如果没有这个品种的话呢，真的是可以盘一颗的。这一颗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它也是原始虞美人，也叫企鹅哈。这一颗你们咱不说别的嘛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它里边这一颗也是很有发展啊，很有发展的一颗。它现在的话，里边的小崽子也全部都爆出来了。还有一点哈，它里边现在不只是外面爆出来这些，里边还有哈，里边还有出了状态以后呢，它是那个很粉的一个颜色，而且的话呢是那种粉粉透透的哈，粉粉透透的。桩子我给你们看一眼啊，给你们看一眼它的桩子，也是每一颗桩都是老桩啊，我给你们掰看一眼，看到没，每一颗桩子它都是老桩。因为啥？因为这一颗的话呢也是胖哥自己脱土修根然后给它上盆的。咱家回来的肉肉，我脱了土修了根以后啊，咱自己心里面有个数哈，咱自己心里面有数，这一颗肉是怎么样怎么样的。然后如果没有修根的那种的话呢，还是心里边不放心，真的是不放心的哈。来吧，看一下这颗哈，来吧，我家韩姐找出来了哈，找出来了。那我一猜就被他们抱那边去了。哇，浇了水有点重。来，我给它转过来。韩姐，这一颗好，我给你炸一颗。我给它转过来。跟我们家超哥的那颗是一样的。对。好不好看？好美，出了状态，超级的美。它是有点绯色，带有红色的。嗯，很巴拉，给你炸一颗，我把这一颗给你发回去。等一下。那你喜欢彩盘哈，就这么一颗。我量一下它尺寸、啊。你知道我自己有一颗类似的，你看像这一颗我就不推荐给你，这颗要1980。我当时我们家姐姐说两颗的买，我告诉她买一颗就好。我们家那个子怡姐。他一个劲，锦怡姐一个劲的，他说两颗买，我说要一颗就行了。那个是1980不给你，这一颗四位数都不到，40的一个灌幅。你这种的话，你就直接拿回去自己养就可以了。不过这一颗也是后期上了盆以后养好看了。妈呀，他们把我抬到那边去了。我要子涵姐，你再看不？炸给你。刚拿回来的时候也没这么漂亮。980。980很巴拉的炸一颗给你哈。我们家那个小姐那个不规则的都是多少钱的？然后这个盆也好看，里边的装，这个盆也是非常好看的，就是要控一下，可以在我这控，也可以拿回去控。我就喜欢这种大朵的，不喜欢吗？不喜欢就过。那么就这一颗，你要发回去的话，你可以。其实这一颗好看，你看这颗是老装的，这个是老装的，但是这一颗的话呢，就那个啥哈，这个等我上色了再给你们那个啥也行。因为我的话，每一颗肉回来我都是要去修根啊、这个、修土啊之类的。它刚长根，还没完全覆盆呢。对。要不你整这一颗，你看还有这一颗，给你凑两颗发回去，给你凑两颗发回去。你看像这一颗，这一颗就是我们家虫虫姐的那颗模特了哈。把它拿出来。我家亮亮你在不？亮亮你在不？你看你的那一颗就跟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我们家小泰买走了。这个是新水，我们家小泰买走了，美不美这一颗？漂不漂亮？这个就是长大了。我要把你那颗收回来，我不干。但是我不知道叫新水哈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家小泰。那天你不是还跟我说吗？你说这一颗平平肯定喜欢的不行的，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，但这一颗出掉了。欢迎我家初晴姐，欢迎我家初晴姐，初晴姐来了一颗白天鹅哟，来了一颗白天鹅哟，是新水吗？对。新是哪个新，胖子？我们家初晴姐您在吗？给你看一下你的鸡呀哈，给你看一下你的鸡呀。对，像这种的话呢，我就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了，因为这种是小精品来的。这颗的话是跟我们家那个叫什么，被他们叶片又有点弄伤了。25的一个罐头。你先播着一分钟，我马上回来。上个姐姐，你问一下初晴姐在不在，给她看鸡呀、啊。我马上回来。这是，对，我家瓶就是新水哈，是心情的心。然后水的话呢，是哪个水？是哪个水？我跟你说，我还真说不好哈，我还真说不好。看到没，这一颗的话呢是一颗，它不是沙沙哈，这颗不是沙沙，它是一个沙沙的一个杂交哈，沙沙的一个杂。我家初晴姐在不在？初晴姐，然后带你去看一下你的鸡养。我估计我家初晴姐来了，应该她在挂鸡哈，她在挂鸡，是不是？阿平，我看一下你们应该快到了哈，是不是应该快到了？
这一颗哈，这个那个新水的话，我再给你们瞅一眼。新水出了状态以后真的好看，而且它的暗纹很美，知道吗？它的暗纹是很美的，给你们看一眼它的暗纹。我没有喷水哈，我没有喷水，快了是吧？我估计也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哈，两个半小时，再给你们喷点水看一眼哈，喷上一点水看一下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，就是十七那颗啊，不是十七，是那个亮亮那颗哈，亮亮那颗，亮亮那颗真的是盘划算了，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它叫啥，就是我去拿这颗肉的时候呢，我才知道这个品种叫什么名字啊。这颗多少米啊？这颗出掉了，我家平。到时候你要的话，我知道，我是知道我朋友手里面还有一颗，但是在谁手里面我要想一下哈。你等我啊，等我想一想那颗肉在谁手里，到时候我去给他拿回来哈。到时候我知道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初心姐在吗？初心姐没在。阿平，到时候我跟你讲，平平，那天亮亮就说你应该会喜欢那个品种。我也喜欢这个，特别难扶盆，很好扶盆。然后吧，那天我们家泰婷正好跟我来消息，然后我们家泰婷就立马就收掉了。然后我回来，我才发现亮亮台子上竟然有一颗。平还有一颗。还有一颗，胖子，我让他想了这几天了，他都没想起来。想起来了，我已经想起来了。我们家初心姐姐在吗？看鸡眼哈，还有谁没看鸡？